叶子是那个欧巴利，就是我们拿来放那个沙西米的，那个叫紫苏菜。今天你来吃，我不认识你，我先自我介绍。今天你告诉我，你不可以吃太咸，或者是你吃了什么，我都会一一记录下来，就开始我的顾客群会越来越多。现在我要煮这道菜就是红枣鱼包芒果，芒果是金龙芒，这里是昆庄的金龙芒，红枣鱼也是本地的红枣鱼，芒果切一段一段，然后鱼也是切片，然后包起来，就是上粉上鸡蛋，然后上那个面包粉，然后拿去炸，要慢火，不然它会黑掉，黑掉就会苦，它的面包粉会苦。然后那个芒果又要打汁哦，再加一点冰粒。这个芒果汁就是红枣鱼包芒果的它的酱汁啦，配搭的酱汁。那个鱼肉是热了，芒果汁是冷了，这个呈现出来的味道，那个感觉也是很不一样。